这个哪一个？这个花子，你看它过来主动来套来的。它是来套吧，来套吧。套中有奖啊！你往前，往上面走一下，没有套。放球！又晃掉了，哎呦！要不跟他说一下，妹子不套他了，他把绳子还回来。来吧，妹子，你先把套绳还给我呀。不套你的，单独我也认识的。这个马的警惕性太高了，把我们的套绳给我们拿走也不还，真是太无耻。走，搞他！走，我们搞不上了，你搞他。小马刚换了个绳子，纯粹不顺手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个什么情况？绳子没开关。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是不是应该把这轱辘掐了别拨呀？是。小马还有一个办法。我们那个，我问那从那个小花马身上取那个绳子，然后呢？然后把这个接上，接长一点。这不就取不上了吗？关键挨不上。你也有疏忽的，被我这种二把刀给抓住了。你也有今天。哎，我居然把这个小马抓了半天抓不到的马给抓住了，真是。再烈的马也怕重量级选手啊。走，继续。走。